我会不会还没有不用保底就中？会不会不用保底就中？最后一抽。好，很久，红色。今天是 RO《仙境传说》艾如出现的上市当日。今天啊，9月15号，今天 RO 就可以下载了，然后有我的虚宝码。ROOK7 2022，超级好记的，超级好记的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我的伺服器，我的伺服器叫洛奇山。这个游戏16级可以先加入公会，可以，我等一下会创一个公会，我们来玩一下公会的玩法。公会名称凯奇娱乐，就这样了。公会的话，你就是在公会宴会期间，你进入那个公会大厅是可以持续获得经验值的，是可以持续获得经验值。然后还有工会的那个筹备，为什么 CEO 加入你的团队？没有啦。然后宴会筹备有单人或双人组队做菜，建议是双人啊，双人比较好玩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料理品尝，宴会的筹备前几名做的菜可以让工会所有的成员吃，然后呢还可以随机获得奖励，超级赞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奶油大战，互相砸奶油，还有神秘事件找宝箱可以获得奖励，或是随机触发你变大或变小的，变大或变小的一些事件这样。还有爱神，爱神奖励的话，就你找到爱神开启任务和一个好感度10以上的玩家完成指定动作就可以获得奖励。公会有非常多吗？欢迎加入我的公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去接委托。公会没关系啊，公会你们只要加入公会，常常天天啊，天天都可以玩啊。我们就这样继续跑跑跑跑任务，好不好？过一过主线任务22等，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这个暖心的陪伴，养育属于自己的宠物。宠物有猴子吗？可能哦，不知道哦。RO《仙境传说》艾如初见已经上市啦，就是今天。游戏中呢，传承经典的多职业系统，要玩就玩正宗的，知道吗？这款其实是比前面两款还要早的，对，这款其实是最久的。获得宠物后开启宠物系统，太多了吧？我看看有没有猴子，都这么好看。嗯，鬼女、沙曼达。哇，我很想要这个哎，单体攻击安塔夏，所有资质上下限加100，鬼武士是暴击伤害，小巴风特，哎，这个传奇很强哎，火属性攻击加20，葛罗姆额外防御，这几个都是传说等级的，我们等一下直接去抽看看，特别召唤有没有？普通稀有，有史诗就不错，有史诗就不错。哦，紫色，普通人鱼，古人稀有，再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哦，有吗？紫色拉妹姑娘，哎，有了。看一下普通召唤，这个是60次必出史诗，这个是120次才必出传说。哎，我心愿单的没有中，重点哦，怎么又是辣泪姑娘？金色哦，鬼女来了！辣泪姑娘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，我们先用鬼女好了。等级呀、啊，等级加上去啊，感觉可以换一只深海女巫也不错，75刚刚好，75我要传说，我会不会还没有不用保底就中？会不会不用保底就中？最后一抽，好，很久，红色，很久，下一下。杜尼尔，群体攻击，收下。这只猛的，
卖场是商城吗？卖场你有特惠的礼包，有喵果的商店道具、钻石商店跟道具，还可以投石、买喵喵果实。人比怪多啊！今天开服第一天嘛，今天开服第一天嘛，人多是好事啊。靠腰衣服，衣服第一个加我好友哎、欸。20等就可以输入虚宝码了，奖励这边兑换礼包。我的虚宝码今天 RO 就会看到是 ROO， 然后 K72022 确认，兑换成功，请查收你的信件。一星料理自选包哎、欸，超级多了，直接送你们一个礼盒，全部都是好吃的。我们这边工会宴会是那个7点到7点20。然后呢，工会探险是7点半到7点50，但是呢是要在就是是不是等级40级的时候可以开启，记得要来参加宴会啊！明天还有宴会，明天还有宴会。宴会的话，我们大概会有经验获得，筹备一些双人组队做菜或单人啊，品尝料理啊，奶油大战啊，还有神秘事件等等的。最后还有那个爱神降临，找到爱神开启任务，就可以和一个好感度10以上的玩家完成指定动作获得奖励。然后呢，接着还有就是这个宠物，目前我是已经拿到杜尼尔了啦，看你们还有没有机会也召唤到，好不好？这张塔下我也觉得不错，召唤120次必出传说，我出到的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。然后接下来你们也有一些时装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会有一些装备啊、时装啊，可以去看你们的衣柜。然后记得可以揪团组队一起去打王，像我们刚刚可以打那个土玻璃啊，土玻璃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衣橱。好看哦，我刚刚是这个加蝴蝶嘛，哦，这个也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还是这个超级的，就这个超级高一个，哦，还有一只这个，直接上面有鱼的，这个也很可爱耶，有了，今天的目标已达成，再跟各位说一下。RO 仙境传说爱如初见，记得哦，晚上7点呢都有公会活动哦，你们可以去他的粉专看看有哪些东西，太佛了吧，圆满已圆满，等下挂着去练功。RO 仙境传说爱如初见。